去了，好嗨哦，哇，哇，乱跳啊！我现在我们家开箱，噔，这是美国亚马逊网站买的，它很酷，它里面是神奇的东西，你先打开这个。啊！我知道它是什么了。我们得到了两个云朵，两个像棉花糖的东西。我先开这个黄色。对，啊，你把那个水放在这中间，我们要见证奇迹了。这个我看过，看过。你之前有想玩吗？有。好了，那我们要来了。你要把那个对对要放下去喽，好放哟。哇！乱跳！妈呀！哎呦！融化了。Slime。是吗？所以你得到了一个袋子，然后袋子你要不要打开？这个是个臭东西。坐下，坐下。好恶心，还有那个咸咸的味道。咸咸的味道，有一个酱油。酱油味。哎呦，刮刮。哦，刮刮卡耶。刮。还蛮神奇的，刮。助手好臭。哦，得到了什么？得到了一个很臭的东西，得到一个闻鼻子会想吐。哦，它是一个庆生，然后呢，下一个是什么？皮蛋是香菇，四星，你很嫌弃哎。哦，这个是里面所有的角色嘛？我们会得到哪一个呢？哦，还有猫咪国的，我想要这个。我看，我看，这个超 Q 的。然后这个也很漂亮哎，这个。你这里你想要什么？那就这只吧。人家肚子是水哦。哦，等一下，哎，这很可爱呢，哎，很可爱耶，莫名的可爱呢。大家看一下，它里面有水，然后肚子里面有一个 donuts 哎。哦，来，更可爱。很可爱呢。这更可爱了，来。它 unicorn 脚是可以穿过这个的。可以这样子哎，等一下，它还可以坐在它身上哦。我觉得它里面东西蛮可爱的嘞。哦，是过程有点可怕。它，但是我觉得过程也是蛮有趣的。你看很可爱，放下去。哇，它都开来了。我要给你看它里面是什么。哇塞。哎，你这一个比较经典的，它整个裂开，它剩半颗头。好，那我们这个就不要泡了，因为它会很黏，很臭。对，哦，是很臭。它里面是不知道是什么东西，反正就是很黏，就对。臭，它好臭。这只里面有什么？啊，那里面还有那刮刮卡的。你看是不是？哦，干净啊！哦，他的食物是肉串，烤肉串。他不喜欢 shopping， 他不喜欢 shopping。然后他喜欢什么？他喜欢的是画画，跟你一样哎，他喜欢画画。可是我爱 shopping 啊，这不是我。好吧。啊，然后他是几星的呢？一星。啊，一星哦，这么弱，好吧，那我们来揭晓一下吧。哦，指甲油，还有那是什么？火山口，还是放在背上？可以。对。哦，它是小宠物，是一个水滴耶。最后一只压轴来了，本体的部分。好，它长得真的是看起来很异形。啊。我比较喜欢刚那只，它是这样的吗？对啊，我比较喜欢刚那只。Me too， 人家四星，这才一星。你看，真被嫌弃了。
对，你看这只可爱多了。那这就这就还好还好。那它又臭。然后你看这只的宠物也很可爱。这就是我们今天开出来的两款。第一个黄色。我们没有得到猫猫，但是我觉得那一只 unicorn 胖胖的 unicorn 里面有水，很可爱。对，它里面还有一个 donuts 哦，它很喜欢吃 donuts， 可爱。那这个就是在美国亚马逊买得到，如果喜欢网站 对，如果喜欢 unicorn 的人可以去买来玩玩看，我觉得非常好玩。记得玩的时候戴口罩，顺便戴个手套，有味道。但是我觉得它的这个盲包也，它是臭袋。你好坏哦！可是你又蛮有创意。它是内裤，记得要换。它蛮有创意的，对不对？是很有创意，可是很臭。那个云朵有点臭。哦，咸咸的，有麻婆豆腐味。哈哈哈哈哈！别别别！它消化不好啊，肚子都是水，卫生习惯不好，脑袋进水了。拜拜，吃太多 donuts 会变胖啊，多吃一点，太瘦了，内裤也有味道了，要换。刚刚那个云朵觉得都是他们两个的内裤。